陈总，英明的决定，加仓计划终于要启动了。哎呦我，水产组集合！一，二，您看您大好河山，没有你，我是感受不到这美丽的风景。全组集合！拆台了，拆台了！你们今天就要有床了。看，我们想的太周到了。我们这洋床是主要是给这么用的，我们能躺着睡觉。把他们弄进来，我赶过来看看。咱们今儿干嘛呀？弄竹子。来，三哥指示，把它摁住，摁到中间，然后这么一剁。来，弟弟，把这个给去掉。好，吧唧吧唧。你在耕耘底线，反复试探，给我增加难度呢。方圆，蘑菇架怎么做？快点教我一下，师傅。照着那个粉红色的做。我已经完全掌握了，咱今儿要钱的，咋给它固定起来呢？叫三角定理。怎么个说法？三角形具有什么？尖锐性。这个钉子有点短。你这竹子空心的，你这么钉能钉进去啊？你真是聪明啊，圆儿。从头笨到尾。有开业的感觉了，是要放鞭了感觉。来，恭喜我们开业啊！就今天我俩呗，你需要我吗？离我远一点。这个蛋我是不是直接可以打里面？我没试过。没事。主打一创新二字，今天。我们的新员工啊。路段没有人了，没事，那弄点 ID 玩玩吧。